清净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请各位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达摩诃巴达雅弥。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念，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是比较自我啊，比较怕怕，比较自私啊。那你就很认真的这样念，就关，你把你心拉出来了。啊，佛的所有大乘经典都要叫我们发菩提心的，广度众生的，安住空性的。啊，你要点来去念啊，然后你最好卖念修定呢，你的思维也定在这个法。然后什么叫修呢？你把佛所讲的道理，这个法印在你心里面，去调整你的心。啊，本来我是要骂他的，但是佛说不要生气，要原谅对方。那你相信。那佛就会加持你，你的念头就会转。所以为什么要念佛？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贪嗔痴嘛。我们一碰到生老病死就很痛苦嘛。所以那个时候你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加持你。所以大前天在台北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她生了小孩了。之前她叫我帮她皈依啦，然后她先生跟她来就跟我说：“师父，我的太太生了一个4800公克呢。”一人四粒四粒，生一个囡仔较大个，结果呢，伊拢无咧爱咧疼，伊拢咧念你个呢。那么站啊站，我站咧念不动佛心咒啊，因为念不动佛心咒，母子太惨，对不对？老母袂艰苦啊，囡仔平安啊。他说：“哇，你念那个这么厉害，我太太咧念了，然后他就不会爱呢，隔壁拢咧抬低呢。”我想讲说，佛法无边啊。我现在在交代你说，你从今以后，你看你太太啊，痛苦的要死啊，替你生小孩啊，那你要好好的爱她，爱护她啊，因为他们是隐居圈的，很怕离婚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好好的疼惜她，爱护她啊。既然小孩子这么辛苦生下来，要教育她，那教育小孩最好的方法是做小孩的榜样才对。你说对啊，那我女儿都吃素怎么办？因为她太太胎里素啊。那我当然你要陪你女儿吃素，哪有爸爸吃肉叫女儿吃素的啊？那个吃素是慈悲吗？为什么你现在有女儿你才知道生命可贵，任何一只小鸡小猪小牛小羊都是我们的儿女一样，都是妈妈生出来的，你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引导你的儿女。第九，劝属回向。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今已受八戒以发大愿，其受持一日一夜虽为圣意，然奉行一日一夜实为圣难，所以各位不可于刹那时间起世俗的想法，哦，今天你不是人哦，一样啊，世俗啊，今天我是阿罗汉，今天我是菩萨啊，要有这个观念。亦不可以刹那请起懈怠心，要保持正念，安住空性，接受无常啊，不离大悲菩提心，你还了好哦。啊，为人啊，坐了啊，就困啊，啊，走路就开杠啊，然后就失去正念了，啊，失去正念了。所以你要一直意念的众生的苦，所以我要替你念佛啊。虽然有众生，虽然我在念佛，那这里面也是没一个我在的，如幻如化，万法平定，你要一直保持正念。当勤修六念，所以你要念佛、念法、念经。念来世哦，极乐世界念七界的清净，每条拢啊修得好势。那念众生的苦，所以小心勤修六念，谨护八支，卖还改。如果如此，恶业烦恼习气，包括众生的恶业烦恼习气，三恶道的苦就超度了，自然除灭。纯善本心自然开朗，出世解脱，往生净土的正因。由之成就。文殊问经云：世间菩萨者，八戒者是；处胎经云：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啊，这个最重要了。你要成佛，虽然要利益众生，但 不,
不离开出离心啊，八关斋戒的绝对不伤害众生无有欲望的出离心。萨婆多论云，若作阎浮提王，以阎浮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中自在，虽有如是功德，都要讲了，何里做皇帝，何里做大 boss， 哎呦，还不如八关斋戒的功德嘛！啊，以八关斋戒的功德分作十六分，阎浮提王功德十六分钟不及一分。双戒人讲，我要何里好家，我要何里赚钱，我讲，你修八关斋就好了。啊，因为修八关斋迄种个功德力足大呢，啊，一世人伊拢免赚钱，你个功德力就好因。地的这个福报不及一分，所以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各位如今已得如是功德，当真净护护，勿令毁损。菩萨论云：受八戒者，名为净住。各位现在是阿罗汉的状态，要记住，你如果享受了这个阿罗汉的状态啊，哎呀，各位，你是讲师父啊，什么代志？会使出家呗 ？OK OK， 因为你已经得到快乐了。哦，原来快乐是没有欲望啊，没有执着啊，无安无报无惊啊，啊，没有牵累啊，所以那个才是快乐，所以叫阿罗汉啊，而且可以脱离轮回啊，又名长养啊，为了成佛还怕病，为了往生净土，长养成佛的善根，令其增多故，所以各位今已得进阿罗汉住，又能增长善根功德故。当生庆幸，如法奉行。各位，果能如法奉行佛。能如法奉行，大众请起。大众至诚礼谢和尚慈悲传戒，向和尚三问讯。问讯：阿弥陀佛，受戒功德圆满，大众同音啊！今天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又更庄严了。大家念佛，希望大家不退菩提心，希望往生者发菩提心得生净土，希望现世者发菩提心啊，把握人生难得来修行啊，愿病苦者两本书释迦牟尼佛破病买后心情坏，而且留在菩提心啊，所以大家这样念佛回向。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阿摩本师释
要休息要上进房的请自己去，我们要做五供。不是你吗？没休困没去进房的家己去，咱做五供。如果要参加的念六十六夜香云盖菩萨，然后常住十方佛开始，佛号念一遍。香云盖菩萨，身中菩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南无大神金那罗王菩萨，南无萨瓦腾萨耶陀罗智帝阿萨本来萨本来诃，南无萨瓦腾萨耶陀罗智帝阿萨本来萨本来诃，南无萨瓦腾萨耶陀罗智帝阿萨本来萨本来诃，南无萨隆巴耶。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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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他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那摩娑罗婆耶当他耶达耶当知他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那摩娑罗婆耶当他耶达耶当知他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此时色相为上供是狂风从光出神仙下起六道平真是无差别随缘皆饱满宁静是彻头无量波罗蜜三德六位功德起色法界有情包通高雅唵耶耶那娑婆哇哇兹那耶吽唵耶耶那娑婆哇哇兹那耶吽唵耶耶那娑婆哇哇兹那向上问讯，请坐发便当。出家师父，请去用斋。可以做它的基盘的部分，而且它的枝干细细的哈，啊，又很容易插啊。那我们在插一个瓶花的时候呢，我们在中华花艺里面呢，它有所谓的六合十全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六种花啊，三草三木啊，或者是五种草本、五种木本哈，我们称为十全啊来插座。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花，就是给它配成一个。六合的花，哈，好，
正念再调一下。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现在呢，我插出来的这个花就是我们有竹子的，好好，那竹子我再把它调整一点点，啊，有竹子的啊，那竹呢，我们说竹呢，非草非木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用竹来象征一种木本的话，然后我们有松了，好好，那我再加一个山茶，好，加一点点山茶铺在角落的旁边，好，山茶花，好，因为呢，山茶在这个冷冷的冬天哈，它开出很美丽、很小巧的一些花朵哈，把它补在这个角落的地方，把它上一下铁丝。那山茶也是一样，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剪这个山茶花的时候哈，都会有一点点舍不得，因为都想说舍不得给它剪太长，因为有时候一剪一支长的下来，就整个全部通通都连花苞都剪下来了哈，所以有时候剪的这个长度呢就会比较短一点点哈。好，那稍微不够长没关系，我们瓶口只要放得够就好了哈。好，那我在这个角落的地方给它放一朵的山茶，在下段的地方，在后段的地方。好，那我用这个山茶来补它的下段的地方。好，我把它山茶呢都侧在一边，好，我们待会可以从侧面去欣赏一下这个山茶的美。 好，所以我刚刚说呢，希望这个作品能够插有一点点山草山木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六合同春十全十美啊，那六种花材山草山木啊，那我们知道木本代表阳，那草本代表阴啊，然后呢有点阴阳调和的感觉哈。好 ，OK， good， 好，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美了。好，那可是呢，我刚刚算了一下，草本的目前就是菊花跟竹，跟兰花跟菊花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再看一下下，我这边还有一点点的柏，好，那我用柏来收它的下段，好，因为这个柏呢，有一点点绿色的柏柱呢，哈，可能可以再把这个下段的感觉收得更好哈，所以我再用一点点的柏。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柏插进去哈，因为我们可以用的空间也蛮小了哈，因为这个瓶口小小的。好，那我们在插完这个竹报平安哈，我们刚刚介绍到所谓的山草山木或者五草五木，那山草山木我们称为六合同春，那五草五木十种花材我们称为十全富贵哈，或者十全圆满哈。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呢，三种草本三种木本，比如说我们今天呢我们用了兰花跟菊花啊，但是呢，我们说竹呢非草非木，本来我们刚刚还没有加上柏的时候，把它加入变成是木本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少了一个草本，所以竹然后兰菊呢，我们把它当作三种的草本的，那松呢柏呢还有山茶呢三种的木本的，好，所以我们插一个这样竹报平安，然后那个六合同春哈。好，那我们把这个在桌上呢，我们在布置的时候哈，比如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里那种很喜气的这个布，好像这样的一个缎布，然后它上面有梅花，那我们刚刚讲到梅兰竹菊四君子花啊，那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有时候梅花已经开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布置一个梅花的这个装饰啊，那就把梅的意境也带进去了哈。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意啊，比如说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意啊，然后有一点点很美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流苏啊。好，我们也可以加上像这样红红的这个石榴啊，那石榴呢它也象征多子多孙啊，好，而且觉得果实非常丰收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样的一个平安竹报平安符，那富贵花开富贵春啊，来做这一个富贵平安。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件作品呢，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八角盘。好，我想其实我们平常在家里平常会装水果的盘子，好，或者比较大型的一个盘子。那过年呢，我们都会买很多的水果。其实水果是一个非常丰富饱满幸福的一个感觉。好像我自己的母亲呢，在家里最喜欢挂的月历都是水果的月历啊，她觉得看到那个水果呢，就觉得好像很富有，那很富足的感觉哈。那我们家里一般人都会有很多的水果，所以我们可以把水果那摆在一个果盘上面，就像您现在所看到的哈，下面衬一点点叶子，好，各种的叶子都可以哈，比如电锯兰叶啦、薄的叶子啦哈，或者甚至是姑婆芋的叶子啦，各种叶子都可以用来衬垫。然后衬垫好之后，你可以把你平常的各种水果，因为水果都有很好的象征啊，比如说橘子象征大吉大利啊，那香蕉呢也象征是真的是多子多孙，因为它撑着一串一串的，而且这些香蕉放在屋子里面也很香哈。那像各位看到现在我在上面也放了一些我们百香果哈，因为百香果呢它也是很红红的圆圆的哈，然后很幸福的感觉，而且它也象征的多子多孙的哈。那还有各种的苹果啦哈，然后柿子啦，各种的水果都可以拿来运用在这个果盘的配置上啊。那我想我常常会感觉到看到水果啊，那就觉得生长在我们台湾宝岛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哈，因为我们的水果都是这么的好吃啊，吃到甜到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幸福哈。那水果呢也是其实也是造型花的一种啊，因为我们说过有一种果贡，那在中国的清朝呢特别就注重这个果贡啊，因为呢果贡是一种块体的一种一种的造型啊，所以清朝的古画里面很多这种果贡的这个岁朝的一个供养的方式哈。那我想在现在的时代呢，我们把这样满满的水果放在家里，那水果所带来的香味也让人觉得很幸福哈。然后呢我们知道呢其实一朵花哈，从最开始的时候一个种子落地啊，到抽芽啊，那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哈，那都是需要很多辛勤的灌溉的，所以开花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花很可贵啊。我们说花者华也，花者光明茂盛阳气也啊，因为我们要种一棵树哈，或种一棵花的树，会开花的树。它要种到能够开花结果都是不容易的，开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是结果啊！所以我们在吃这些非常好吃的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这些农夫辛勤的耕作啊，因为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的，长时间的累积的。同样的，我们学佛也是一样，要修成佛果是需要经过很多辛苦的耕耘的啊，那很多过程的努力的啊，因为会有很多的善缘逆缘啊，不过呢不管是善缘逆缘我们都要成就啊，那也都要很欢喜受啊，最后能够让自己呢能够证得佛果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火智，阿弥陀佛。